一高灵台，美龙未央。卖鬼三五，夷则霸王。勇士垂结，意载迷光。其秘书兼湖益州之词也。名其南门曰朝宋门，东门曰昭魏门，西门曰浮梁门，北门曰平朔门。追尊其高祖训而曰元皇帝，曾祖武曰景皇帝，祖豹子曰宣皇帝，父魏臣曰桓皇帝，庙号太祖，母服侍曰桓文皇后。勃勃姓凶暴好杀，无顺守之规。常居城上，置弓箭于侧，有所嫌愤，便手自杀之。群臣武士者毁其目，笑者掘其唇，箭者谓之诽谤，先截其舌而后斩之。一下萧然，人无声籁。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禅，以宋元嘉二年死。子昌嗣伪魏，寻为魏所擒。帝定建号于平凉，遂为魏所灭。自勃勃至定，凡二十有六载儿。PG 2208。王使臣曰：赫连勃勃犬勋丑种类，入居边隅，蜀中壤分崩。元兼四特，控贤明低，具有朔方。遂乃法玄相以开弓，拟神经而建设，窃先望之徽号，被中国之李荣屈驾阴贤，窥于天下。然其气实高爽，风骨魁奇，姚兴睹之而醉心，宋祖闻之而动色。岂阴山之运意气，不然何以致思乎？虽雄略过人，而凶残未格，是非巨贱，酷害朝臣，部内萧然，忠良卷舌。灭亡之祸已在绝身，犹及其嗣，非不幸也。赞曰：纯为远义，明王之余，孝群龙末，诚信轻愚。元闯公羽，一笔沾炉，虽弄神器，犹曰凶渠。